盘点明星们遇到私生饭时的硬刚瞬间。王一博作为当红男星，也没逃过私生饭跟拍的困扰，不仅被对脸拍照拽衣服，就连私下行程也被私生尾随，气得他忍不住发火怒斥：别拍了，别拍了，拜托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还举着手机啊？还拍了？我来，遇到疯狂的粉丝怎么办？范丞丞告诉你标准答案。三代少年团遇到私生跟随，处理方法很是解气。鹿晗也饱受私生饭尾随的苦楚，被他们别车时险些发生交通事故，惹得他当场下车怒怼：黄明昊也遭到了类似的情况，原以为好声好气的沟通可以解决问题，没想到他们竟理不直气也壮。因为这样已经影响到他们工作了，我也可以跟。而且节目组也有很多你们的素材，我想保护你们。知道了，放下来。这种过火行为真的是很过分了。